착합니다. 자, 여기 아우. 이제 나이게 现在我们三大材料等一会儿大群马上就过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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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救助的东东，他已经习惯跟人类亲密接触了。当时救助过来的时候，他只有一岁半，现在已经在这个保护站生存了两年过了。他每天早晨站在这个大门口等我，我每天巡查三次，他就跟着我转着三次。我们现在去前面看一看大群吧。普什园林是1875年俄罗斯探险家尼古拉·普里瓦斯基到中国内蒙、新疆、甘肃、宁夏科考以后，189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组织命名的。以前呢，分布在新疆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、青海，但上世纪50年代以前呢，其他省份都灭绝了。我们仅存在我们青海湖周边地区的90年代末的时候，普查子手不到300只，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呢，保护工作呢一年一个台阶啊，到2020年的冬季的时候呢，它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2700只左右。大的种群就在那个正前方，你看我俩过来以后，他们已经跑了。他通过耳朵、鼻子、眼睛，他就感觉到，面生的人了啦，或者是狐狸了啦，或者是狼了啦。依依，过来。你远一点啊。没事，害怕那个。来，快点，来，快点。这吃了它，它害怕你的啊。前面一个小房子就是依依长大的地方，就在店里面。这边就是依依的照片。2019年以前，我是搭着户外帐篷，跟普轩的这个住宿在草滩上。2019年开始呢，搞了一个这么个 TP 房子，我就住在这个里面。2019年7月1号。一舅舅回来以后，带着一个纸箱子，他放在这个纸箱子里面睡觉，我在这个床上睡觉。白天喂奶4次，晚上喂奶2次。后来完了以后，45天左右，他自己开始吃草的时候，放到我的大药群里面了。他现在过来等着就回家来了。你也看到没？其他的公羊打斗他打不过，他今年了还没有交配权。我上一次回家是10月，到今天一直38天了没回家。有时候也特别孤单，特别是遇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，其他时间呢也习惯了一点。孤单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跟同事们喝两杯酒，有时候呢整理一下图片资料。我们的同事、工作人员和普世园林是我18年以来最好的朋友、最好的同事、最好的伙伴。我希望你这两天保护站体验完了以后，明天呢，跟那个自然保护处保护科的监测人员联系，跟他们一块配合，再跟着他们来体验一下野外巡护监测的这个工作经验。